生，就那如不果会确诊。OK，那如果护工也是一样，就是一样的道理嘛，就是要给他温热，温热，子宫放子宫热，对吗？你看啊，为什么那么多子宫癌，就是因为子宫冷。癌症喜欢冷，对。所以温度要有在。对，朋友们，所以你明白为什么我跟你讲它是天然的热敷，隐形的热敷真的很重要。隐形的热敷，重点这个热敷是不是进去里面，不是外面罢了，你知道吗？快点再来多一轮，所以你们还不快买，我老。我告诉你们，热敷多痛苦，又要压在你的子宫，对，又要压在你的背后，好啦，20分钟又要拿去弄热，没错，而且你一整天躺在那边什么都不用做了，真的。今天这一个它是隐形的热敷，你插上去了，而且它是隐形的热敷加不痛的电疗，对。因为电疗是会痛嘛，真的会麻，然后又危险。但是今天这一个，你只需要插上去薄薄的一层，对，它会串进去，它会串，对。OK，就是说它今天哈，你插进去，会渗进去，它会渗进去，对，它就是渗进去，没错。然后帮你做热敷，对。而且我告诉你，因为很多朋友哈，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很常用风油。就是你们懂吗？啊、就是我知道，对，然后它都是会很辛辣，然后很热。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去很多什么辣椒膏，我就贴上去，我顺便腰上去，然后你知道吗？我贴不住，马上要撕掉，太热了，灼热，它是皮肤烧到皮肤，对，所以就马上撕掉，对，没错。那这个呢？它是温柔的这样串进去，来。对，其实来，你说，还有肌肉会就放松了，对，很舒服了，对，真的。所以你们明白吗？风油那一种热哈，你们为什么这么怕热？是因为你们曾经被这种灼伤过，对，怕，因为它是烫到你的皮肤。是，朋友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一个它完全对你的皮肤没有任何的作用，没有，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你，而且还漂亮。对，拉提，所以他连脸都可以，对，没错，包。今天呢，他厉害的地方在哪里？他今天厉害的地方是你里面身体体温会升高，没错，会舒服的，对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外面，我们每次贴在外面那个热敷哈，是烧皮肤不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是烧什么？烧血管、烧经络。对，它给它热里面。不是烧，哦，是，不是烧，是温热。来，这还有一张，来，好，百病。哇，真的，预防百病就靠体温，真的，就靠体温。蛮多人，大家还是在问我，请问涂在身上会很热吗，宝贝？来，我要跟你们讲多一轮了。今天哦，你觉得热是因为你今天穿很厚的衣服，它压在你的皮肤上面，让你的皮肤没有接触到空气，所以你会觉得很闷热。对，因为这个东西哦，对，不是有一层东西盖在上面，让你觉得很闷热，对，是渗进去帮你的体温做调整，没错，让它不会一直处于寒的状态。对，我简单。白话一点跟大家讲，它是不会让你有热的那一种感觉，对，但是你的体温会非常的舒服，因为很温和，舒服，没错，很暖和，对，暖和，没错，这样有没有明白了？明白，就是暖和。如何保存？如何保存？嗯，常温保存吗？常温保存，就放在外面。对了，对了，不用，不用哈，它就生活化，生活化。然后来，你看这个体温升高了。对，所以人就是要这样子的体温，对，很多病痛的人就是这样咯，哪，这个就是我，对 ，OK。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这样子咯，一堆就是这种啊，就是你这荷尔蒙失调、内分泌失调，就是因为这样咯。对啊，没错，没错。你今天整个体温是这样均匀了过后，我告诉你，健康，然后漂亮，没错。来，我给你们讲，那个细菌会死在什么时候？高温下，高温杀菌嘛，就是因为细菌在高温的时候才不会出现，病菌也一样的，可以。